尤老师，盒饭来了。你知道盒饭多没营养吗？之前在剧组，你不都吃的盒饭吗？那是之前。打开。哦。好香啊，尤老师。食材有限，还没发挥出我的全部水平。那我开始吃了啊。 先拍照，发一波。给游戏捐款？我需要别人捐款？姐妹们，抓紧给男神捐款吧！ 叶晨梦梦，怎么了，尤老师？你用什么发的微博？手机啊。你老板多少身家，你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你有多少身家。你还敢顶嘴？我会用这种山寨机发微博吗？ 对不起，尤老师，那我现在就把微博删掉。现在删掉有什么用？粉丝的捐款都快到账了。那我让大壮哥发声明啊。你，哎呀，拿着，以后用这个。尤老师，我不能拿你的礼物。谁说这是礼物了？这是工作机，以后发微博用的。哦，干杯。 玉石默默，玉石默默。 清楚我是谁了吗？
我有话跟你说。昨晚，你先说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处理？尤老师，你想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。什么叫做我想怎么处理你都没有意见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。尤老师，你想辞退我吗？你想辞职啊？我干嘛辞退你啊？因为我昨天吐到你的身上了。看来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对，何止是吐在我身上了，你还把我家搞得一团脏，害我折腾一晚上。你谈了两年恋爱，连初吻都还在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初吻果然还在。你这算谈的哪门子恋爱啊？那你的初吻是准备留给哪个男？啊，我来头疼。我才不是渣男，不就是个初吻吗？我就认了。尤老师，其实，啊，昨天晚上，慢跳，其实什么呀？你说吧，我想听。尤老师，其实。其实什么？其实什么啊？玉石木木。其实。三舅。其实什么呀？怎么哪哪都有你啊！说忘就忘，我吻期有这么长吗？啊！三舅，你干嘛？